昨天，93国际列车大劫案莫斯科行动发布了一支新预告，聚焦文咏珊扮演的角色真真。此前的暑期档，文咏珊在《消失的她》中扮演的蛇蝎美人的角色，给很多观众都留下了深刻印象。而在国庆档新片中，她将回到上世纪90年代，成为火车大劫案中的重要一环，还必须周旋于多个危险人物之间。要赚大钱就铤而走险。他们今天凌晨2点。要去干一件大事，就我们三个人，还有珍珍，只要跟我一起做事，不想让你成长。你懂我没有？他迟早会连累我。凭借《消失的她》，文咏珊可以说是成功出圈，这和她精彩扎实的演绎密不可分。也期待新作《93国际列车大劫案莫斯科行动》中，她可以继续带来新的惊喜。